另外一个后天呢，人家经常能有展示实践展示，哎，然后仪式感，对吧？围一圈咔咔咔咔咔就跳起来了。咱们这儿你就说学，你一个礼拜上两堂舞蹈课，要说句老实话，你什么时候跳啊？你什么时候跳呢？人一年跳两次，大概齐，一个中秋晚会，一个元旦晚会，完了。可人家呢，没准儿谁家这一个谁家有什么喜事儿，是吧？或者一个什么什么小的一个周末一个小的聚会，咔咔咔，音乐一起，直接就跳起来了。所以他们又有先天的优势，完了又有后天的展示的这不断的循环，所以你说能比吗？比不了，比不了，比不了。那你说了，好老师，我们小孩要是早点去西班牙呢？早点去西班牙踢，是不是能好点呢？也许能好点，但也许还不行，也许也不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去了那儿，你看上去呢，你得到了一些，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你比方说，你有高水平的比赛了，对吧？你高或者高对抗的比赛吧，反正你融入人家那个竞赛体系了，这是好事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又在一个陌生的文化里面，你能不能融到那个文化？你能不能真正的融进去？这太关键了。你要能融进去，水乳交融，那没问题。你要融不进去呢，你特别痛苦，你还不如在国内。为什么呢？你看上去你训练好像很正常了，啊，那每天对抗着的，但是你融不进去，你融不进去，鱼儿离不开开水，对吧？你相当于鱼到他妈油里了。你原来是鱼在水里边，你鱼可能瘦点，但你现在鱼肥了，但是你到油里了，你最后被人煮了，被人炸了。所以这东西因人而异，因人而异。所以呢，中国足球呢现实一点，哎，中国足球啊，中国学球的孩子家长，当然除了个别的啊，我说个别的有可能有基因突变的，那就另当别论。你不要老拿个别的跟我聊，你说将来桃花剑桃花康起来了，那倒有可能，但是他是个别的，你走不了他那个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走他那个路。就我们不拿个别的来聊，来个别的聊那就没法聊了，明白吗？咱们来普遍的规律，就是普遍的中国孩子的家长，中国孩子的这个包括中国青训，一定要冷静。我们没有那么多真正的天才，就你看上去的有一些天才，看上去可能是比如说他在足球方面他表现的不错，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决定不了。董方卓谁能比过他？就现在你哪个青训的孩子能比过董方卓的突破，董方卓的速度，董方卓的身体素质，董方卓的弹跳爆发力，谁能比得了？没人比得了。那么董方卓都没踢出来，也不能算没踢出来，就董方卓也就是欧洲，也就是一个二流半联赛能踢一踢，到了曼联那你说这里也没立足，就是他基本的水平就是比利时水平，就比利时吧。那比利时也不错了，对不对？虽然说不是五大联赛，但是你接下来你要是葡超什么比利时比超什么比甲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这种这个苏超，是吧？类似于这种就已经可以了，不错了。羊蝎子苏州不给发那肯定的。你看他说他女儿就是一年跳两场舞，你甭管你一年你一个礼拜两学两天，你学一年花十几万学舞蹈。是吧？上100多节课，但你就一年两场，就是一年两场舞。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生活，就你的舞蹈没有融入你的生活。而作为维吾尔哈萨克呢，他们是舞蹈融到了生活。就我们踢球，也一个礼拜练四次，练五次，你看上去练了300多次。是吧？但是我们的足球没有融到生活，
我们没有融到生活里，但是西班牙它是融到生活里。它就是怎么叫融到生活呢？是不是回家也踢呢？不一定，就不是说我融到生活了，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也脚底下踩个球，或者在家里边我跟我爸爸一块儿颠球，把我们家灯都给他们打碎了，不是这个，是真正的融到生活是什么呢？就是无处不在，足球的话题，足球就是足球相关的事儿无处不在。你比方你小到一件球衣挂在你的这个卧室里，对吧？大到一个围巾，小到一个围巾，然后呢，你每天谈论的话题，每天谈论的，就人与人之间谈论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走在街上，你随处能够看到的足球用品专卖店呢，灯牌上的广告啊，是吧？然后你那个一到就完了，一放学之后啊，满街上走的都是去训练的孩子呀，是不是？让各种各样的培训呢，各种各样的场地，各种各样的比赛。周末你坐在一个社区的足球场，周末你从早上8点可以坐到晚上10点，全是比赛。有青少年的，有这个业余队，业余的8级的、7级的、6级的、5级的啊，然后有青少年的 U10、U15 的、U13 的、U8 的，然后主客场啊，每天在街上穿梭的人们，周末的穿梭的人们，都是带孩子去踢球的，这叫融入生活。打开电视，全都是足球的访谈、足球的比赛的直播啊，相关足球的纪录片、历史等等。书一走进书店，全都是书，足球的书，这叫融到生活。咱们的足球只在球场，就小孩来了训练，叫足球，完了没呢？完事儿呢？上哪儿看去呢？上哪儿看去？跟谁聊？走街上能看见什么足球的东西？有吗？没有。所以一定不要好高骛远。中国只有个别球员，那是遗传变异的结果。遗传还得光遗传不行，还得有突变。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就是刻苦的训练和天生的一些技能。你比方说钢铁般的神经意志，然后梦想追求，然后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多种层面这积在一块儿，你才有可能。你否则的话不公平。什么叫不公平呢？在西班牙拥有着那么深厚的足球的文化和传统，足球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多孩子在踢球，有梦想，然后那么多的这个有天赋的孩子，最后你这边出了好几个把人给顶了，不可能，impossible。很难，你不信？你看中就是有一个叫中国海外什么青训球员一个表，对吧？你去看看那个表，还真不少在国外踢球的孩子。但你看真正能打上1级、2级联赛的，能有多少？非常非常少，都是3级、4级、5级、6级。3级、4级、5级都这个。你3级、4级、5级是什么概念？在西班牙，3级、4级、5级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连球门都摸不着，就你将来长大了，连足球的门都摸不着。说我没事，我踢个5级联赛，没有，对不起，没有，因为那1级就一看1级64个队。16个队一个组，4个组，64个队，这是1级，这还是一个州，一个地区，
一个队二十个人，六十四个队1200人，对吗？你等到二级，他队就更多了，到三级到四级那就更多了，等于说你是5000-6000人之外，甚至7000-8000人之外，你7000-8000人之外，那咱就说句老实话，你7000-8000人之外，你将来拿踢哪儿，踢什么比赛呢？你觉得踢什么合适呢？咱可说好了啊，你这7000-8000人只是一个年龄段，你这7000-8000人只是一个年龄段，那你将来组个球队可能得有10个年龄段，人家是38来踢呢，你别以为你20就能上去，你不见得，所以你连五级联赛你也踢不了，这就是现实。杨梅汁好喝是吧？刚看完你微家会员广州恒大那期重播，最后几分钟人生观，谢谢啊。所以呢，我说句实在话，我们呢要抛弃幻想，但是要建立起梦想，但是抛弃幻想，就我们恨不得我们在中国学球的孩子里面得有好几百家长认为自己孩子将来可能是梅西，也可能是 C 罗，最次一内马尔，说实在不行了当个德布劳内吧，这都是扯王八犊子，这都是扯王八犊子呀啊，对吧？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你们别做井底之蛙，不要做井底之蛙啊，就说我发的那80秒钟皇马09对一个队，就那80秒钟，你把那80秒钟的视频你看3遍，然后记住这感觉，马上把你儿子的训练和比赛拿出来对比一下，你马上你就从幻想回归到现实了，就80秒就够，不用那么长，不用看题怎么样，不用认人，不用，你就80秒，你拿这个80秒，你再拿你儿子比赛的，你甭管是 U13 U14 U15 U16 都可以，你儿子只要是这个年龄段的，你拿出来80秒，那场比赛一开场的80秒，你对比一下皇马跟一个那什么队80秒，你把这80秒看完，你对比你就明白了，你马上就能明白，你不对比你可能觉得他们踢得挺差，对吧？哎，他们传球老失误啊，哎呀这个，哎这没有什么技术啊，没有过人呢、啊、哎呀是吧？兄弟你听我说，一定不要，技术啊是相对的，你记着，就是技术是相对的，就好比什么呢，长相是相对的，你说这人长得真那么帅，你看跟谁比，说这姑娘长得真漂亮，你看跟谁比，多少个网红在直播间里边哇惊为天人，对吧？完现实生活当中你甭说别的，你派一个杨幂出去都不用用周彤宇是谁，就是不用迪丽热巴，不是也不用杨幂，你就派一个周冬雨出去，那网红在他旁边就马上就碎催，就是丫鬟，对吗？有没有这感觉？所以这都是相对的，技术是相对的，技术是相对的，包括你的所谓的传控都是相对的，你别觉得哎，连传50多脚，或者你看我们配合我儿子连过3人，大哥你得看过的什么人，那我到幼儿园我他妈能过一个幼儿园我一个人，对吧？技术是相对的，你明白吗？
什么是绝对的呢？节奏是绝对的，就是这个节奏，你看，这相对的，这不用，这东西说白了，你怎么看，你就看你怎么看，看你跟谁，但是节奏，这是绝对的，明白了吗？就你只要能打出这个节奏的，这是绝对的，这绝对的，这不是相对的，这是绝对的，明白了吗？对抗也是相对的，但是只有节奏是绝对的，节奏是绝对的。那么你说你这个队和这个队说比赛，你不用看技术，看妈妈熬技术啊，不用看技术，你就看节奏，你就看节奏就行，因为慢节奏的技术在快节奏下什么都不是，约等于零，零啊，零。就这种节奏下的技术在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相信我。那么我告诉你，这个节奏跟什么有关呢？我最近我才发现我思考的东西，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跟内心有关系，跟内心。什么叫内心呢？就是说，我们中国小孩呢，第一，训练呢，在他看来是训练，不是比赛。可是呢，在他们西方人、欧洲小孩的眼里，只要是有球，就是他们比赛，就是只要球在这儿，有对手，就是比赛。他不分什么什么他妈训练不训练，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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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什么训练，他认为只要球在这儿，那就是干，那就得，就球在这儿呢，是不是在这儿？没球没在算了，只要球在，他没有训练和比赛什么这区别，他只有百分之百，听了几年了，听什么几年了？什么听起啊？当别人夸的时候，你觉得知道夸你的人是什么水平？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你得知道夸你的人是什么水平。对，我早就说了，我包括人骂你，你得发现什么人骂你，明白吗？你都下了没有啊？下没下单呢？啊？60块钱，你先买一单，你试试，好吗？60块钱买六盒，10块钱，你在外面13块6的、15块8的、17块6的都有，就是10块钱，好吧？你拿一个，你家里几口人？6口人吧，5口人，你买一个，听明白？但是我建议你最好是3口的买。和6口的买，你别4口和5口，容易打起来，容易打起来，对吧？你要3口呢，一个人2个完事儿；6口呢，一人1个完事儿。要不你就自己都你的，或者你2人也行，一人仨，仨人也行，对吧？但你要是4口人，你最好你做好准备，有可能你省的钱最后得花在医药费上。为什么呢？太好喝了，每个人一罐之后，4个人还剩2罐，这怎么办啊？肯定打起来。肯定。10块钱我喝这么长时间了，过倒了好几杯了。你呀，你可以像我这么喝，能喝出感觉来。我告诉你，同样的吃的喝的，不同的方式吃和喝，绝对感觉不一样。你吃过烤肠吗？你吃过烤肠吗？我告诉你，烤肠只能整根吃，咬着吃。你说我给你切片吧，
那你就吃起来，你就他妈完全他妈不是，根本不是烤肠，烤拉。你像这个插管喝，我觉得真的绝对味道完全一般，就还行，就得像我这么喝。你买一个小杯子，明白吗？啪啪插两口，就这么倒着喝，波尔多葡萄酒的感觉，真的。你要学会，你要享受生活。插管喝任何东西都是对这些东西的荼毒，真的。你见过有插管子喝白酒的吗？你见过有插管喝葡萄酒的吗？你说咱今儿就喝点法国波尔图葡萄酒，插管绝对不行。怎么提升孩子足球水平？不是那意思，不那意思。你别提升，有些东西能提的，我告诉你，有些东西提不了，也别着急。人不能跟命争，明白吗？好吧。啊，冰杨梅，你试一下。你说我今天呢？就信一回，对吧？60块钱，你说你信一回，你试试，行吗？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好吗？你试一下。你说你骗我，你到这留言来，你说你骗了我，根本不好喝。真的不错。给老人买点软化血管。好吗？酸甜。那接着说啊。节奏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对这项运动的理解有关系，跟投入有关系。你能明白我吗？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就说我们孩子，就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踢球对足球的理解，就是他呢，他理解的是一个，比如说训练，这是训练，不是比赛，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这队友不是对手，这是第二个，这第二个啊。第三一个，教练可能看不见，他看不过来。就这三个，第一，这是训练，不是比赛。我们孩子从根儿上就认为这是训练。训练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彩排，不是正式演出，彩排都不带妆，彩排，对吗？那么国外的孩子呢？一踏进的，一看见球，草坪球。这么久百分百干，为什么他不好好练？门口成百上千的孩子等着要他这件衣服，要他这件衣服，他们 在一个基地里面，他们知道，他们优势，他知道优势一优势二优势三优势四优势五，就跟一个学校都知道一年级二年级三四年级，九月份一开学，他发现好多大哥都没了，以前给他巧克力的没了，以前跟他一块聊聊音乐的没了，
对吧？曾经给送他一个足球的人没了，没了，怎么哪儿去了呢？没了，被淘汰了，被淘汰了。你比方说，马塞洛儿子是09的，对吧？在皇马基地里边认识一个07的大哥，哎，俩人聊的还来，没事经常一块聊聊。一块从马塞洛的儿子9岁，那哥们11，马塞洛儿子今年13，那哥们没了。那你想想，马塞洛他儿子从9岁在皇马踢队，10、11、12、13四年当中，他多少大哥都没了，多少个大哥没了，踢着踢着没了。你要是马塞洛的儿子，你不拼吗？你不拼你也没了。这是一个竞争，还有一个就是天性，就是他们对足球的理解就是他妈干，就是上去就干，就是这玩命，就是球就应该就这么练，就应该这么踢。什么队友怎么着，多少个这个什么，这队友和队友打架的这个故事，在欧洲五大联赛很多豪门当中都曾经出现过。我告诉你，他们没有队友和对手，他们只要是谁跟我这么踢，你跟我是另一波的，你就是敌人，你就踢死，就往死里干，没有队友不队友的。我们不行，我们还有孩，哎呦，我认识，哎，都是一个队的，都是哥们儿朋友，对吧？都是兄弟，是吧？我们都在一群里面，对吧？就是一个宿舍四个人，一共有6个群，嗯，4个人6个群嘛，啊，嗯，这东西呢，你说好改吗？我告诉你，不好改。这也跟基因有关系，就中国人呢就讲究个理儿面，明白吧？哎，兄弟哥们儿朋友，哎，别这样的人情世故，对吧？另外一个中国人也觉得这不是比赛啊，不是比赛，这就是训练，好好训练哦，啊，这随便走台啊，走随便走，就我们已经习惯了。啊，我这什么模拟考试？哎，模拟考试没事，这不是随便弄的啊？测验是吧？好啊，单元测验是吧？啊，不是集中考试啊，不是，那没事，随便这都是根深蒂固，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呢，我们的训练呢，就不是100%，知道吧？我们的训练就不是100%，就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攻防转换，他认为这第一是训练，第二的也不是什么特别，这那什么，对吧？赢房赢地的，另外一个还有队友，每一次对抗都不是100%，每一次转换都不是100%，每一次对抗都不是100%，每一次前插不是100%，每一次回防不是100%，包括随便练那种也不喊，就觉得没必要喊，因为不是正式比赛嘛，所以每一次投入不是100%。好嘞，一天你可能还看不出区别，一年284次训练你就看出来了，5年1400多次训练是不同的，他们是100%，100%，100%，所以就当当当是这样，我们是哎，人家是。我们是，
当有一天你Tell me how to play. 那么我跟你说，那么有些东西能改，有些东西是改不了的。改不了的事儿就不要去费劲。没有，为什么？他不认真弄。没那个动力，他干嘛呢？那不弄他，反正该挣钱都能挣，该干嘛干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就三十年都没变化。你说有了更多的球场啊，完了有更多的什么政策，什么这那的，没用。这儿不改 ，heart and brain 不改，徒有其表，对吧？你有球场和没球场有什么区别吗？中国足球从头些年80年代没球场，那时候不也能赢日本吗？你现在有球场了，赢不了吗？赢不了，这都扯淡，改不了。那位说了，你说那中国足球怎么弄呢？没法，我说就只能是第一，找基因突变的人。如果你真想，其实中国足球啊，它分几步，一个呢是改进国字号队伍的成绩，比方 U15 U16 U19 那慢慢能打得好一点，对吧？这是不是诉求？因为你没有这个就没有国家队呀，所以你就想比方杨指导现在的 U06 的U16 好了，那就抓 U16， 那 U16 得有 U8 就得开始了，好了，没问题。好，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呢，中国足球第一先把呀青训的成绩提高，就是你什么青超什么的都无所谓，就是你先把这个青训在亚洲，那你先得恢复历史地位，就这件事儿，这是你因为你没有他就没有国家队。咱们现在老觉得国家队是从石头里边蹦出来的，对吧？突然之间就出现一个特别牛的国家队，那可能吗？你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学渣，然后你到大学怎么着就得诺贝尔奖了？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对吧？中国足球发展分好几个阶段，就我认为现在最容易的就是抓成绩是最容易的，别的更难。你要抓普及，你说普及大哥，普及得是自下而上有诉求，就老百姓有这诉求，这才有，哎，你再给加点催化剂，这才能熊熊之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本身就是一大块一块一块的石头，你点着能点得着吗？你得让石头先变成煤，明白吗？变成木头，哎，稻草，然后你这时候啪一个火苗，这叫普及。它得具备这自身的这种要求和诉求，我要燃烧我自己。你压一石头，你燃烧个屁呀！啊，你当石板烤肉呢？你说我要燃烧，你说都是石头，咱们面对都是石头，咱们普及一下，石头们大家好，人的生命，一个人活着或者一块石头的活着，最高境界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我们要有伟大的理想，一个人倒不算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燃烧 ，bring myself and yourself and we are together bring
哎，不是，是不是燃烧是什么？是不什么？燃烧不？石头们吼叫，好的，烧烧我吧，烧烧我，烧我，我要燃烧我自己。这边定政策，怎么能够让火要烧起来？都一堆堆石头，啊，有鹅卵石，有麦饭石，啊，完有那个砖头，哎，大理石都来了。他妈，我们要燃烧我们自己，你把这石头烧，烧着吗？烧着吗？烧不着。等有一天煤、木头，完了那个橡胶。哎，完了那个稻草，哎，说我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最后也不知道魂归何处，我们一起燃烧吧。煤说行啊，反正我一直都被烧。树也说行，烧就烧吧。橡胶说我烧就有点味儿，没事儿，把烧完了，反正也咱们也都闻不着了。还有稻草是吧？还有这什么油毡子，完了什么这个塑料。反正一块烧吧，你这时候才能烧起来，对吗？咱们现在搞普及，就你这个足球文化为零，传统几乎没有，完了社会也方方面面也都不具备，孩子考试都考不来不及，做作业都写不完，你让他们他踢什么球呢？对不对？你踢什么球啊？对不对？完了就是赢了牛，输了啥？对吧？狗屁不是一堆一堆二极管球盲为首的这个球迷界，以及一帮他妈蹭流量的狗屁不通、没实践也没理论也不用心的足球评论界、那个新闻界，你说这他妈怎么去燃烧呢 ？Burn， 对吧？你看，你问，你看，哎，是不是？所以别闹了。我们是在一堆山石当中，我们去找能够燃烧的，它变了。哎，你看，这都是石头，但它突然间出了一块煤，这行，把它找出来。然后呢，就这一大环境不行，社会呀，对社会呀。然后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啊，做事的人浮于事啊，急功近利啊，这东西他妈完了无利不起早啊，没有信仰啊，没有追求。那前两天我就听人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就这篇，就我们这五千年文明，其实不是宗教，就佛教什么都不是宗教。就我们是一个任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宗是王德什么那哥们王子。他讲的有道理，我们这个文化太特殊了。你说我们不认真吧，也不是，我们是分事儿。中国人是分事儿认真，但是有的时候就该认真的时候都没认真。你发现了没有？就做事儿，应该是很认真做事儿，但这个事儿呢，有时候我们不认真，但是别的我们很认真，很认真。2块钱停车费，最后能死两条人命。你说那不认真吗？那不认真怎么能2块钱车停车费，怎么能出俩人命呢？就是很认真，就是我们认真的不是地方，那我们就是文化特殊性，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在别地儿是不可能的，在咱们这儿是经常的，很认真。另外一个，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永远都是。放大镜看，就是别人的缺点都是放大镜看，对自己他妈永远都是闻过是非。奇了怪了，就中国的互联网全都是道德低，就是道德水平极高，你明白吗？你比方说我做一直播，假如我开车，然后突然间比方说有一压了一点白线，不，这么多留言，你是不是压白线了？你是不是违反交通规则了？就是能出来这么多，明白吗？然后你要说我这弹琴，这都好了，因为知道我住9000平米大平层了。最早我只要一弹琴，呜，这么多留言扰民，你们邻居该骂打你，那你们邻居就要报警了。你为什么要扰民？你这么晚了还唱歌，你为什么这样？你这样的话，你考虑过别人的功德吗？
不是，你考虑过别人吗？你有功德吗？就是，他不知道我们家上面是我们家，楼底下也是我们家，旁边没人。就是他想的不是正经，就是他不管你说什么，本来你说的东西挺好的。有人说我10点钟开播，他11:01留了个言，我10点钟开始聊天，说很多东西，说了75分钟，他留了个言，董哥，你喝的是什么茶？他从10:01一直到11:01，我说什么他没听，他就一直在琢磨着一个问题：董哥喝的什么茶？还有一天，我开直播聊了得有俩小时了，啪，一个留言出来了：董哥，我从直播开始我就有一个疑问，你是不是衣服穿反了？他问我衣服穿反了没有？2小时，看这他妈的是看我是不是反？哎，是反的，不对，那这衣服就应该是这么的，还是怎么的？这他妈是反的吧？哎，我看，哎，我还是反，好像这么着，我发个问问吧，董哥，你衣服是不是穿反了？好了啊，冰杨梅就到这儿了，行了吗？喝完了，10块钱。非常酸爽。最后啊，最后还1分钟啊，冰杨梅抓紧啊，赶紧的，完了我换项目了，好吗？你自己看一看，快点。我12点多了，哇塞，那这怎么聊啊？没法聊了，睡觉吧。所以呢，就是国外的这个节奏它为什么快，它是基于2点，一个是我们天然没法解决的，一个是后天我们也很难解决的。天然没法解决的就是他对于这项运动的认知，所以他认为这东西就得这么干，咱们不见得认为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足球的训练，什么队友，什么就自觉吧，内心驱动没有，都是70%。70%看上去也不低，但你70%乘70%呢？再乘70%呢？再乘70%呢？人家是100%乘100%乘100%乘100%，我们是一天70%，第二天70%，第三天70%，你算吧。人家永远是一，俺们最后就无穷小。那位说了，那你这么说那么多，你是不是解决不了呢？不是，我们人是这样，彻底解决不了的，你也没有能力解决的，就不要去解决，明白了吗？你改变不了的，你只能接受。你能改变吗？你能改变基因吗？你能改变社会大环境吗？你改不了。
你吹呢？你给我生几个西班牙的小孩，生来就对于那个足球运动的那种理解、运动的理解、对抗的理解，有基因的东西，你能生出来吗？你生不出来，你只能等等变异。它有变异，你放心，有变异，变态基本上都是变异，只不过就是变态变坏了，你把这好的变态变好，那就有可能能为我所用，知道吗？你看生活当中有很多变态，那都是变异，当然也有一些变腻。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社会大环境改不了，社会大环境改不了，你只能改小环境，就是比方沙漠里面的绿洲，哎，冬天东北大地，你能改东北大地能温暖如春吗？冬天不可能，你弄个大棚啊，你弄个塑料大棚啊，对吧？你能弄塑料大棚，但你不可能塑料大棚把整个东北都给罩着吧？哎，所以你能改变小的环境。小的环境是什么呢？精英化，只能这样，就这个道理，我就纳了闷了。就是你要说掌管这件事儿的这最大的领导，我讲两分钟，他应该能明白为什么中国足球只能精英化，只能精英化。你普及搞人先搞着，说我你要非得把石头烧着了，你去烧去，你就烧吧，你先去烧。但是你一定得先找一小撮能着的东西去给它点燃。只有精英化，这精英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你要改变社会大环境改不了，你只能改小环境，建筑一个小环境，这个小环境通过各种手段去争取能给它改变，局部啊，小范围局部给它改变，这个很正常，非常正常。你一个学校里边有尖子班的吗？你为什么不都是尖子班的吗？你一个部队不有尖刀排吗？为什么不能是尖刀团呢？或者尖刀军呢？对吧？他为什么不弄一个尖刀军呢？他为什么我们要用尖刀排呢？尖刀连，说你一个尖刀连，对吧？你说咱们军是尖刀军吧？尖刀军是吧？只能这样。所以简单说吧，都十二点多了，我今天聊了青训，今天应该没有被警告。哎呀，完了，也被警告了，完了，生成不了回放了。哎呀，其实今天说的还是挺深刻的，刚才被警告了，是不是？只要被警告就生成不了回放，只要有一条警告就不行。有人说回到业余体校行不行？不行，因为你环境都变了，你别闹了行吗？就有人说回到专业体制不行，那不行，完全不行，你环境都变了，你不能说你光说你我年轻的时候，哎呦，你年轻的时候我告诉我想回去，我想回去，你回去你都是一傻子，不行，我得带着游戏机回到童年，嘿，我得带着手机回到童年去，我觉得童年还是快乐的，所以但我就有一个要求，我要带着手机回去，因为我要玩游戏，有病吧，脑子没事儿吧。嗯，好吧，行了，这儿我说错了，不是我说错了，我说多了，我坦白说超纲了，今天在抖音这儿我说的东西已经超纲了，大多数人理解不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呦有一点好像有点感觉说董哥说的有点东西，那就已经可以了，
你没骂就已经可以了，就证明了你还有可以有救，知道吗？但我今天说的已经超纲了，因为这东西已经很深刻了，已经很深刻了。这比那儿还他妈云山雾罩的，一会儿学日本这那，一会儿我们这是青少年什么球场人口住人口什么，这比那都不知道高深多少倍，不知道高深多少倍，就比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对吧，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有关中国足球的现实和未来的那些言论，不知道比他们高多少。我其实是个很谦虚的人，但我实在没办法，就实在没法说，这对比这一比就是实在的没办法，只能这么表达了，只能这么表达了，因为我每天都在亲眼在里面，每天都在思考实践，再思考再实践，然后对比，不断的去触摸这个最新的这种世界青训的脉搏，然后不断的对比，然后不断的去总结思考，才有这个。这跟你平常也不想也不干，完了到点了，这中队输了，开始出来说两句，哎呀，不知道高多少，但是我也解决不了。我实话跟你说，我也解决不了。我也解决不了，只有一种极端例子可能能解决点，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最优质的选材，就你得选到最好的材料，不用多，有个二三十、三四十就行，不用多，真的不用多。最优质的选材，然后就是最好的教育。我说最好的教育不等于说最好的什么特级教师、语数外什么的，不是不是，最好的教育，就这种教育，然后再规定一条，家长不能跟孩子谈任何足球的事儿。这条必须得规定，因为什么呢？因为家长他认知不到，他传递给孩子的东西不见得是对的，不见得是对的，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那就赌呗。但是家长不认为，家长认为他很懂球，家长认为他可以给孩子讲这那个的，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有差异的。但是中国的孩子呢，就也说不上来。中国孩子呢，有时候说必须得听教练的，但有的时候也得听家长的。这就造成了很多中国孩子在学球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理念是矛盾的。我都为他纠结。你看，教练说要多传球，家长说，哎，该踢该带你也带，该突得突啊。这两个啪啪两个道一弄，小孩如果成熟的还行，但凡这孩子还没有心智不是很成熟，他立马就蒙圈，他立马就蒙了，等于说他丈母娘跟他媳妇儿掉河里到底救谁啊？不是他丈母娘，那谁都不救不是谁都不救啊，就是他妈妈和他媳妇儿同时掉河里，到底救谁？这一下就蒙了，对吗？不经营化，他没有钱赚，你傻了吧唧，何以解忧？你觉得我又是赚钱是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搞的是精英，但我一分钱不赚，相反搞兴趣班的都能赚钱。你他妈傻不傻呀？狗屁玩意儿，除了钱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穷，你看吧，就中国人的思维，他认为我呀，推行精英化的目的是在于我就能赚，为了赚钱。你看没有，不精英化他没有钱赚，你看没有。哎呀。
走吧，我看看你头像啊，我看看你这个何以解忧，我看看你头像啊，正在直播无法跳转。他的留言是：做什么最难？做自己，爱运动，爱足球，喜欢自驾出游。你家车是租的吧？你是不是想骗人呗？还自驾出游，大哥，有油钱吗？啊？你看，他就说啊，我为什么鼓吹精英化？是因为我要不精英化，我就没钱赚。我告诉你，我现在如果要赚钱，我开一个班儿，就我就讲这些东西，我给家长开班儿，我给这个孩子讲，足球小将从八岁的任何一场比赛，到底我积累下来的经验。我能挣着钱，我能挣着钱。就你这家长听我一堂课，你100%能够挣着钱。我给你讲一讲，但是我现在我讲这些东西，我做的这个东西没有钱，没有钱。但是你说这东西，那徐指导也挣着钱了，对吧？徐指导也挣着钱了，也正常。马明来了是吗？嗯，所以中国的球员，就是说，我说实话啊，就是现阶段真的能踢西乙 B 就不错，这实话。因为你想想，就是你得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到五大联赛去踢去？你说当年可能有，还有李铁呀，还有杨晨呢，是。那李铁和杨晨现在这样的人你有吗？你要20多年过去了，你都没有。世界足球发展跟中国足球的发展，你可别忘了，杨晨可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他94年就已经踢上职业联赛了，就证明他80年代开始踢球。可是80年代和现在是一个时代吗？也许现在比那个时候富足了，球场更好了，条件更好了，但是现在的人的思想和80年代一样吗？啊，一样吗？那么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和80年代相对单纯和淳朴和执着的东西一样吗？一样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球员他成长的环境要比杨晨或者是范志毅他们成长的，杨晨或者李铁他们，比那个时候要复杂的多。那个时候可没说我孩子踢球是为了考学，或者我孩子踢球是为了挣钱，他是单纯的喜爱。你杨晨他爸让他踢球是为了考学还是为了挣钱呢？挣什么钱？那个时候体工队发点津贴就不错了，考什么学？踢球还学什么习？就是热爱，纯粹的热爱支撑着家长把孩子弄到体校去练。现在呢？有吗？很少，很少。所以这个也怨不了家长，也怨不了孩子，就是这个环境。我一直强调是环境，其实也叫土壤。
什么时候出职业球员？你问谁呢？你这这，你说你这没头没脑的话，什么时候出职业球员？你是什么意思？问我呀？问小将是吗？你在中国踢上职业有毛用啊？我问你，有用吗？中国现在中超、中甲、中乙都叫职业球员，完了怎么了？怎么了？不都是被欠薪吗？中国足球改变了吗？职业球员，职业球员有他妈毛用啊？我问你，哪个不是职业球员？你们骂的哪个中国球员不是职业球员？有用吗？有用吗？我问你，有用吗？中球、中超的、中甲的、中乙的，都是要职业球员。我培养几个出来这几个，完了怎么着了？你就管我叫青训的爹是吗？我这个爹当的太容易了，太容易了，有用吗？关键有用吗？你要是原来还能挣点钱，现在也挣不着钱了，干嘛呀？你以为中国培养几个职业球员容易难吗？不难，难毛啊，有什么难的呀？我今天我跟你讲，没什么难的。如果你要说能踢上中超、中甲、中乙，就算职业球员，没什么难的。有用吗？关键是，你甭说我培养没品牌，我培养出来了，你能把我怎么着？你叫我青训教父吗？我培养几个能够踢职业的，你在中国能踢职业的，然后怎么了就？我就牛逼了吗？没用，不牛，改不了。徐指导改变中国足球了吗？你实话实说，他只是没有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差，但他确实没有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好，对吗？吴磊、王申超没有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差，但也没有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好，这是实话吧，对吗？那徐指导都做不到的事儿，我也做不到。实话说，我也做不到。但是我能有这样的机会分享我的想法，而我这个想法比那些大陆货不知道高到哪儿去了。我认为这就是意义。你得先思想启迪，明白吧？你没有这个不变，如果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不你未来三十年也没用吗？对不对？徐亮挣钱了，没挣钱啊。徐亮公益嘛，一个礼拜一次嘛，挺好啊。徐亮，徐亮所做的事情呢，其实他是另外一个层面嘛，就是他也通过他的传播，也能让很多的这个没有教练资源的孩子，通过他的直播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挺好，挺好。你进入主流了吗？我不用主流，我就是主流。我进什么主流呢？我就是主流，就是在我这个思想体系里面，我就是主流。你要是让我进那个体系，是那边是主流，在我看来，如果我进去就是同流合污，因为那个主流根本没改变什么呀，对吧？是不是？你看我从来不蹭流量，我冬奥会我一条没发，听懂了吗？我也不看，我也不蹭，因为我不用蹭流量，我就是流量，我蹭它干嘛？我只关心我关心的，我只表达我想表达的，我不在意多少人关心的事儿，我一定要去说。我不想感兴趣，我不愿意说。我说的干嘛？辉子，怎么没有这个呢？怎么没有咔咔的那个呢？我操，哥们儿真厉害！哎，哥们儿脑子我，哥们儿这脑子，我操，这。看见没有？看没看见？我是现挂呀！我不是以前我可没有，我一直想吃，我咬没咬动。
那就行了，东北大榛子。来吧，我前两天拔牙来着，我前两天拔牙，所以没有演示。据说大榛子老板问辉子说：“董老师为什么不怎么不吃榛子了呢？”我没有了，我那个东西找不着了，因为天儿黑，我也不想折腾别人，我也不问，我就想不想吃了。但我刚才我看见他了，看见没有？看没有？看没有？看见没有？看啊！我操！眼砸了！哎呀，太大了！这榛子太大了，太哎呦我看太大，太大了，夹不住。这榛子太大了，杠杆。有风险，有风险，它乱崩。吃不着了，没法弄。榛子啊，抓紧时间。你要说那个太软，这个行，松子儿，这个行，这个不用那么狠，这一包就能包开，松子儿。董老师最起码踏踏实实的干了，兄弟，你能把那最起码去掉吗？你这说一个最起码，弄得我心里没底。你这个话这么说，就好像董路压董路压也许不是好人，但是最起码他不骗人。谈谈杜振宇情绪，不了解，我相信应该不错，但我确实不了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青训他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有人太注重基本功，就太注重了。在我看来，
你要把身体和节奏练好了，就对抗节奏，这个其实比你练技术作用差不多。所以一定在练技术的同时要增加节奏和对抗，不要贪图低速低对抗情况下的所谓的技术展示，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永远不怀疑中国职业球员能够把最好的技术交给孩子，我永远不怀疑中国职业球员能够把比赛的经验传递给孩子，但是我永远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不可能让孩子拥有更广阔的格局和思想，更深刻的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更接地气的和家长的这种联合和合力的沟通，更能够捕捉到最新的足球的技战术的趋势和孩子分享。我永远怀疑他们大中的大多数是做不到的，这个也不怨他们，因为他们的师父就没有做到，而他们从小也没有得到这样的熏陶。功夫在室外，中国足球最缺乏的是思想，是文化，是对自己特殊性的认知，以及最有效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突破。中国其实不缺少跑得快的人，不缺少跳得高的人，也不缺少有脚下技术生花的人，也不缺少努力认真的青训工作者，也不缺少足球场，其实也不缺少踢球的孩子。中国足球缺文化，缺文化。然后就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去搜一下这句话是谁说的，好了，2700朋友，我休息一会儿，但是我要接近我的兄弟，那个最近他可能没开张。辉子，你能卖茶叶吗？辉子在是吧？我辉子你连我，然后我休息一会儿，我去吸点氧，然后呢那个。你卖点茶叶，你别卖礼盒了，因为现在已经不过节了，你就卖点实实在在的那种平常喝的那个叫什么口粮茶，是吧？就类似于这个，好吗？龟子现在从被窝里边爬起啊，他可能没想到我会连他。你要是连不了就算了，好吗？好吗？你要连不了我就休息。
好好好，那你是怎么着？你自己打车呀？啊，你表弟跟你来了？不是，0:56。董老师好，我已经到北京了。0:56，一个小将队员。董老师好，我已经到北京了。啊，松子儿没挂啊，没挂车呀、啊。松子儿没挂车。大家好。哦，松子儿没挂车。对，我刚才发了，难道飘平了？也飘了。对，刚才松子没挂。看到吗？看到了。屏幕会模糊。啊。哎，你讲解什么？就是金剑梅吧。金或者茉莉花都行。你这两个哪个卖的好？正常是金骏眉的。金骏眉是吧？哪种金骏眉？就123凯凯200108这个。哦，哎，那我挂车了吧？挂了。啊，行。里面有很多，就是有一个杯子的那一款。就这个吗？现在还有非常多呢，一大洞哦。什么一大洞啊？你看，啊、哦，这种一箱10斤哦，这种低端茶呢？那边还有一箱30斤的，我过几天还会上一些，比如说那个礼盒装了可以随手里出去跑业务啊，可以那种哦，随手里太随手里，对，随手里可以用，把这个关了。喂，你不是要去西阳吗？嗯。我要讲解金骏眉啊，金骏眉，昨天大家看一下金骏眉，现在